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嚟到今晚 Net Chain 谈赛马频道嘅直播计马时段。今日开翻个画面先，好，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啊！嚟到朋友记住俾个 like 呢段片啦，同埋分享呢段片俾朋友睇睇，宣传下频道嘅，未揿订阅嘅都可以揿个订阅掣。咁啊，礼拜日就跑日赛啦，咁所以咧，呢个计马咧就唔需要限定嘅尾場嘅，咁啊至少一場啦。如果大家順手喺個 PayMe 或者轉數快二維碼或者 Super Chat 整多個少少嘅打賞，咁當然要整多一場啦嚇。咁啊，大家有點唱嘅，最緊要短唱。咁啊，Hello Mark Jenny 你好，Hello Jackie 你好，Tommy Fong 啊，Tommy Wong 你好，圈空晚上好，各位網友晚上好，Hello 你好。哇，Tommy Wong 近排。哇！我有一個睇一個 YouTuber 咧，純粹吹下水，一個財經 YouTuber 都算財經 YouTuber 叫阿朱咧，啱啱上咗段片就講多倫多嘅嘢食嘅，佢拍咗段片，咁就有啲港式嘅焗豬扒飯啊，跟住有啲日本壽司啊、日本嘢啊、韓國嘢咁。哇！不過幾貴喎，日本嘢話佢講咗，而家日本嘢又貴嘅，多唔多？因為飛過去又貴嘅。食過唔知乜鬼壽司魚生當都幾嚿水港紙，可能要300-400港紙，應該係比香港嘅性價比差少少啊！喺多倫多食呢個叫做日本嘢咁。好，繼續圈通，Hello 你好，英皇你好，第六場高運，上次跑第四，今場如何？一陣間我睇一睇啊，高運，我而家記住先。好啦，咁啊，講翻禮拜三晚賽事先，公開頻道分享嘅都其實都成績都幾好咁啦，可以講嚇。咁啊，年少有威嗰場拖兩隻，嗰依場話都中得幾冚冚聲㗎啦嚇。年少有我自己就年少有威拖齊心同行，黃腳立 QPQ 咁啊，中到砰砰聲嘅自己就嚇。睇落好似好熱，但係其實你咁樣買落去買重手少少咧，都幾和味嘅。禪勝部區就輕取，其實真係好勁咯，大佬。你放還你放，但係好快步速嘅放到翻嚟咧，都輕取晒所有對手，好硬淨啊！禪勝保區咁啊，當晚直播當晚一個尾場直擊嘅，我都係臨場都係講話禪勝保區 win pay 唔使咁複雜啊，點知都係贏咗啦！即係我意思係點知都係一講完之後咧，喺賽後任你講嗰啲時段嗰啲人數係驟減啊！本來咧尾場直擊都700-700幾百人嘅。去到賽後任你講啊，得翻由30-40人開始啊，咁樣中間40-50人可能食咗禪勝部區咧，就翻屋企瞓覺咁樣。唔係我講下笑嘅啫，不過都幫到大家嘅尾場直擊嚇。咁啊，呢一槍冷腳彪形傲漢，我覺得就你話潘明輝係咪跑得差？唔係跑得差咯，我尾場我喺賽後未講講錯嘅，跑7分7.5分。咁一個騎師就係、如果能夠提升到只馬，即係跑得更刁轉呢，咁咪令到只馬機會更好咯，8.59分咁咪更好啦，係咪先？但係都係7分7.5分啊，咁都係正常發揮，咁正常發揮跑咗第五咯，咁其實呢只馬泥地冇問題嘅，不過其實有啲都冇辦法，因為頭嗰兩隻滿貫自由呢都還可以勉強可能揀中，慶萬家嗰啲我揀唔中，冇咗呢兩隻咧就係我最中意嗰三隻，我其實我嗰場最中意三隻係跑得寶寶、上心星同標形木房，咁結果啊，依三隻跑3-4頂實晒，啊，俾呢個頭兩隻。咁喺度玉樹臨風咧，咁啊，即係今日我都搞個爛 game 啦，係咪先？年少有威的臨風，的確是玉樹臨風嘅真。呢個玉樹臨風嚟講就臨場，其實唔係即係如果大家有睇 YouTube 我個 community tab 咧，即係我都放個 notes，放我臨禮拜三晚我忍唔住吹走一下，我話大家今日記住睇個 Net Chain 爛腳片啊！做會員就優先看啦，唔做嘅6:20真係睇，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其實度呢兩隻咧，我都覺得唔曳嘅，標形我看玉樹臨風幾有 feel 啊！即簡單啲嚟講，尤其是玉樹臨風，正常嚟講唔會睇，高出賽馬立多兩眼，正常課習都係唔會睇，因為馬會嘅評語好差啊，個官方評語咁啊，但係睇落唔差，總之跟住臨場又放頭好，又有孖寶飛咁都好正㗎啦，咁結果就唔知點解就合金王咁鬼快啦嗰晚，如果唔係咧，那個位置其實好穩陣，但係因為俾合金王頂到去三碟咧，有啲緊張，但係都臨尾都頂到，
不輔助網友2.9倍嗰件事啊。咁啊，講下備忘碼啦，備忘碼講型男咯，型男就有啲朋友我好似係覺得就係跑得寶寶跑得差，跑得寶寶其實我覺得咧就你可以話佢取位嗰度唔係應該冇。其實我不覺得他特登輸就跑步步，他要輸很多方法就跑步步不用輸。我覺得他潘頓做那個決定有少差成程，我不講的，但如果跑得步步想輸呢，攝去內欄裡面捐得的，他沒有這樣做到，他不是特登輸的，就是我覺得。但型男呢就是型男就不是特登輸，即我覺得他特登輸而已。型男呢入到直路都是搞笑的，其實雖然那晚就比較利放，但是步速快呢很適合追，但型男第一看入到直路呢，在這個型男拱上來，好拍了去拱了上來，跟住入到直路，哇即刻求 Q 騎了，這裡開始搞下搞這搞路求 Q 騎，在這裡都即是不是搏殺那些潘頓，大家看開啦，這些哪是搏殺的潘頓啊，即係輕鬆輕鬆推騎，左手邊又冇出，即係輕鬆推騎到極嘅啫，跟跑而回試閘咁樣翻嚟。嗱，雖然我覺得唔係應該咁講，呢只馬正路應該都有第二嘅，其實即係如果撇除當晚利放咁嘅情況咧，佢正路都有第二，但係你睇佢直路，其實佢絕對有機會第二呢啲馬，但係佢冇咁做到啊嚇，咁佢就比較 hea 騎咁啊。仲有分喺手嘅呢啲馬，喺個泥地上邊啊！如果狀態維持都繼續留意呢啲馬，輸咗一場，我諗下次冇咁熱掛，咁啊再留意呢啲型男泥地好手嚟嘅啦，唔需要擔心呢啲馬。仲有分喺手，上次贏咗嗱，上次我都講咗上次贏咧係潘頓七 win 嗰個氣勢，手風順兼七 win 嘅氣勢。咁你禮拜三晚加要減佢少少分啦，但係你睇埋禮拜三晚嘅走勢咧，仲有用嘅喺個分數嚟定啊！咁啊，做備忘碼。咁就講翻禮拜日田啊，唔係田草，禮拜日快活谷日賽，咁就高出賽馬一隻男莊加好。近排我啲高出賽馬都貴精不貴多，連續三隻都入曬嚟啦。希望呢只男莊加好有好表現啦，睇下到時表現如何。睇下留言先。命運共道底你好，阿魯英邦 ，Mike Chan 第六場我點唱？唔係驗到有事咩？是咩型男有事啊？我冇留意到啊，佢型都有事啊，睇睇先。型男不良於行喎，係喎，一陣寫低，我寫埋佢不良於行先，輕微不良於行。咁啊，仲更加好啦，不良於行啊！但係頭先直路我都覺得有啲問題，我寫埋型黐線，我寫埋型男先，我 mark 低埋佢先。天啊！我睇漏咗依個直路求其，加埋不良於行直路求其咧，我打下不良於行直路求其搞掂。好，講完咁啊，講下禮拜日賽事計一計馬啦，有埋秋季天王獎添。講第六場，咪槍點唱第六場？第六場係咪有啲你啲愛區喺度啊？嚟到朋友啊，記住俾個 like 依段片啊，同埋分享段片俾朋友睇睇，宣傳下頻道。未按訂閱，按個訂閱掣嘅第六場係咪好嘢嚟噶？哦，高韻頭先阿媽 Jenny 都問高韻喎，今日啱曬啦，今日啱曬啦。喂，其實講真話時話嗰次我講加州威勝咧，應該係幫精英做遮擋，其實都係，不過精英拍唔出水準。咁其實加州威勝都封咗聖二龍一段時間嚇，咁所以都係搖東搖東咧，都係有啲嘢嘅，我覺得都係嚇。咁啊，喺嘅美界第六場之前撳一撳個廣告先啦，希望大家唔好走，咁啊繼續睇一睇廣告，撳下連結咁樣樣。好，繼續。喂，娟東，新威力黎超星問你怕未 ？iPhone 通 ，Hello 你好。黎超星都，我都初步都嘅分享都分享咗啊，即係暫時第一鋪未見佢。佢一買 first up 未見佢會提升啊，咁睇下如何。高韻話巴道今季初出，
谷草千兒，上季尾谷草千兒跑第四，看一水準就唔算特別高，減咗分落四班，睇睇呢場咩料先。我呢場快放。減咗三分，睇下操練如何。1078磅，有配備變動，207未見加速。好，依場就高位巴到一檔。短途起步順利，繼續睇啦！嚟到朋友啊，記住俾個 like 呢段片啊，同埋分享段片俾朋友睇睇。宣傳嘅頻道未撳訂嘅都係撳個訂閱掣嘅。平時睇啲 Netchat 馬膽啊、Netchat 冷卻啊、賠咗先機嗰啲片咧。見到有啲廣告，如果有興趣嘅話咧，就隨便撳入去睇睇，支持下。咁咧就如果禮拜三晚或者平時有幸俾我嗰啲分析啟發到中咗馬，譬如年少有威、黃腳立齊心同行啊、禪勝寶區 Win Pay 啊、玉樹臨風咁啲正嘢中咗嘅話，而有盈利，亦都手鬆，想支持一下咧。都係左上角或者右上角 PayMe 轉數快二維碼，或者傾過一個 YouTube Super Chat 打賞咧，都非常之歡迎嘅。好，繼續睇只高運啦。可以啊，唔係話好勁，可以，唔係特別勁，可以俾住0.75分先啊，睇臨場嘅飛數啊，呢啲唔係咁簡單嘅。銀津哇，銀津上次收飛嚟嘅銀津，銀津上次贏嘅姿態都幾瘋狂，加九分啊！加分加比較多，姿態幾瘋狂，跑一跑先啱曬啊！當日彎前直路貼欄，我覺得差少少嘅，佢都啱曬啦。二疊全程二疊直路三疊衝上嚟，跑就跑啱曬。加九分，2173，600，三，九分，加九分係有啲嚇人嘅九分，我俾個二字先，勁快聯盟。班德禮九檔，咦？班德禮同五盤子都有啲，係咪男裝加好多嘢會騎啊？嘛，好似一對攞曬，呢場差啲，呢場勇眼光當日都係裡面好勁快聯盟，外邊走麻麻地，初出0.27。初出嗰場，裡面好賺曬，裡面咁加一分，加一分，哇都難嘅呢只，0.75先啦。初出嗰場其實都賺曬彎前貼欄，
都唔得。睇下大家留言先啊！日本嗰場咧，嗰個開唔開直播？嗰場誒、欸、一場費事開啦，一場費事開。不過，哇！即係講好消息，禮拜二我安排咗時間，雖然大家都未必有時間㗎啦。墨爾本杯我都做下直播，我唔知馬會播幾多場，我未知。但係中間有好多時間，咁我就自己工作安排到好啦，咁我就可以做直播。咁啊，大家可以翻工嗰陣時當聽收音機咁聽都得㗎。禮拜二墨爾本杯賽馬日，我安排咗時間啦，我可以做呢個海外馬直播。咁到時大家翻工就當收音機咁聽，簡直係啊！一流嘅享受，一路工作，一路聽我描述下啲馬啊，扮識睇狀態咁啊，中咗就最開心啦。咁圈通，如果假設你係退休人士啊，假設就係、是、可能唔係啊，咁你就更加好啊。喺早上就可以睇埋我海外產直播，飲翻啖茶，食個包睇埋咁啊，更加樂。好 ，Mike Chan 想二十單 Q， 二號十哇，又同文迪啦。我驚驚地嗰啲就同埋力量真係，唉！不過好咗少少嘅同埋力量都上架就真係唔得，唔識計身威力。功夫茶抽翻好檔會唔會比上次提升力？遲啲睇睇啊！叻哥好，禪性精神咗。今次備忘蝦女有何銘年點睇？佢有個一檔咧都冇乜分頭㗎啦，臨場睇下幾多倍啊！正路就好啊！我講過啦，上次係唯一擔心就係、是。怕他快步速頂了場之後呢回不切氣啫，因為唯一擔心的，其餘都無需懷疑。新威力梁家俊黎超星，十一檔依場嚟講，上季步速都幾快，新威力。上季咪仲有一隻衰馬叫做係咯新威王，上季佢有冇去黎超星啊？都係去咗黎超星，所以新威王上季真係真係噴血啊！真係。睇一場千六度爆啫，新威力都冇咁噴血啊，新威王最噴血啦，大佬，哇！即係幾兩血都嘔出嚟啊！上季新威王真係，嗱，我打咗個底分先，再及一及啊！喂，圈通你睇開邊份馬經？大家仲有冇買呢個實體馬經啊？如果大家買實體馬經係買邊份？我想分享一下，大家分享一下。好似好多人都睇競馬啊嘛，應該，但係係咪睇競馬咧？大家都係都。我又唔買馬經啊，大家都知啊。不過我想睇下大家係買開咩馬經嘅，係咪排位版？係咪即係排位日同埋賽事日都會買嚟睇，定係點樣樣咧？咁樣新威。林林喎，騎師係林林林林林林，好睇睇呢個林林先八檔，好似辦事得好咁喎又，黎超星嗰啲好客嘅，出閘好順利。
正常啊。嗱，超声，再试多课喎，好嘢喎，咁咪睇多课。三档，呢场出闸慢啲喎。嚟到嘅朋友記住俾個 like 啊！如果平時睇到 Netchamp 馬膽冷腳賠率先機，有啲廣告都唔盡量唔好 skip 啦，睇耐啲啦。有興趣嚟撳入去睇一睇，睇多啲資料啊，支持下啦。Tips 中咗就左上角右上角二維碼，PayMe 轉數快二維碼，多多支持啦。YouTube Super Chat 都係非常之好啦。咁如果大家有參加埋 YouTube 賽前會員分析計劃啦，同埋我臨場分析計劃咧。咁就為之完美啊！非常之感謝大家支持啊！試得都可以嘅，試得都可以。我決定大幅提升呢只馬嘅分數，去到一分，一分。好，睇下大家留言先。勁馬喎，英皇體三四都係蘇博羅常規，都早前我話節節領先掹開，專業人士梗係專業馬術，哇！好多同路專業馬術喎，勁馬好準。此前我覺得騎師王有事不做，上次梁家俊開飛11倍左右，我想他會有馬，結果一匹都沒有。梁家俊肥咗好多，係咩？又冇留意喎，盧楚寧虎牙，哇！睇咁多，睇兩份啊，iPhone 通有睇散廣告支持，非常感謝。上次冷門有提供慶萬家，遲到入嚟唔爭氣。林天明，我睇職業馬報，哇！原來有咁多馬報。好，功夫茶，飲翻杯功夫茶先。霍雲星試咗新威力，冇騎喎，騎功夫茶喎。喂，啲功夫茶嗰啲又係好鬼煩，好好地填草又唔把下把個草咁樣，即係好難計咁樣，咁樣搞到我哋係咪先？功夫茶、功夫茶、功夫 tea，或者叫功夫 tea 喎，唔係講笑啊，功夫 tea。呢只唔識計，睇埋個操練先。俾個0.5分先，特工，特工千，上次失望啲喎特工，不過佢入咗裏面追佢係白痴，阿特工就白痴上次入咗裏面追，全日你中外檔喎。0.75先，上次蝕盡嘅特工係嗰條跑線就完全地蝕跑線嘅，上次係，所以今次會偏硬嘅呢只特工，今次會偏硬，名進福星，喂，有啲加州威勝 feel 喎，突然間有股加州威勝嘅 feel 喎，名進福星有點加州威勝嘅 feel 喎，阿 Mike Chan 你有冇？有冇間獎？呢只我不嬲唔係咁中意嘅啫，我唔覺得好叻嘅啫。啊，你仲有個潘頓森個二堂呢啲，舐舐脷啊！我而家直情係睇下係咪真係咁廢先。但係佢上次係蝕地裏面，但係輸好 Q 遠喎，真係。上次係蝕咗裏面嘅，但係輸好遠，舐舐脷喎呢啲喂。名進福星呢場都係蝕嘅。兩場都係蝕嘅，咁俾個0.5分啦，因為佢連續兩場蝕咧，又好鬼衰。
兩場都有原因輸嘅佢其實，但係我都係嗰句唔係唔覺得呢只馬好叻咯，睇翻初出嗰場先。減三分，我頂多俾零點五分，勉強俾零點五分嘅啫。但係我覺得機會幾低下，名將福星呢啲又係六倍買嘅，可能六倍，咁又係可以飛嗰啲嚟嘅呢啲啊。正路嚟講係要飛嘅，福朵朵一檔，睇下大家留言先啦。哇 ，Derek 先生又感謝感謝感謝你嘅打賞，有第八場，非常感謝 Derek King。喂 ，Tommy 又非常之感謝你嘅打賞，非常非常感謝大家支持。好，睇下大家留言先啊。馬經馬寶都唔識分，馬寶應該係一本簿咁咯，馬經就幾張紙咁咯，我諗係嚇。Tom Time 第五季嚟超升出馬好似都麻麻地，初出真係麻麻地暫時。第八場好 ，Derek 明俊唔敢要你零分，我零點五分啊，我所以。谷草千二本到二度可以跑高一個馬位，一個馬位都唔夠，佢要跑高兩個半馬位才有機會喎。我呢只馬，喐啦！黃總成日話零零三高水準，請教下叻哥點評價 ？Tommy Wong 點唱 R 二 fans？ 哇！今日加班喎、哦，不過今日咁踴躍氣氛咁啊，二六八都計曬啦。今日即係氣氛踴躍，今日加班，感謝大家支持零零三場次啊！即刻答你啊！講開零零三場次，我睇睇係咪？我揦一揦就係答係定唔係啫，係咪先？九月十一號啦，哦，我就好難講啊！呢啲好難講。我唔會話特別高水準，好睇個人嘅每隻馬咯。我唔覺得呢啲，但係呢啲係好正嘅。點解話好正呢？就因為咧，大家見到話福滿寶又得啊，威武覺醒啊，成功財富啊，呢啲維港智能得咧，跟住啲人咪狂追，會狂追啊小霸王啊，咪狂追小霸王啊。跟住後面依扎都有人追噶啦，依扎一陣，咁係好事嚟嘅，一買熱曬一隻馬。上季好似零二三定唔知乜鬼，佢哋係講到包尾嗰隻一贏咧，講足成個上半季咧，其實好多隻馬都唔得，啲紅龍都唔得啦，係咪先？咁所以紅龍之後嗰場得，跟住再後嗰場唔得啦。咁所以唔能夠話我講過好多次啊，一場馬咧。不是圖表比較法，不是這場馬說左右隔離得了，跟著那一陣一定得，小霸王剛剛得，小霸王剛剛來地是放球，大好形勢之下沒有了，落飛的，那些人可能就是看這個003場次，所以我不會說特別好，維港智能就很好的其實，剛剛那場他留習沒計，其餘那些是正常的，你成功財富剛剛得都是賺形勢，但是成功財富依場之後再出係輸咗，先再去跑谷做千二，嗰場係得翻，但係賺快步速嘅，所以我唔會話依場賽事水準應該咁講，我會話維港智能水準高，但後面嗰扎馬咧就逐隻計啦嚇。我再重申，維港智能依場水準高，但後面嗰隻馬逐隻計嚇、啊。你不能夠話福滿寶得咗之後，小霸王、幸福人生啊、紅龍啊嗰啲啊揞住眼贏咁樣，唔係咁樣樣咯嚇。好，講完，咁啊講第六場，福朵朵，我季初出佢係我 natural 冷腳，跟住冇咗，跟住上場貼咗條欄翻嚟跑第四，唉，貼欄係蝕嘅其實，但係輸好遠，今次邊個騎？有分減啦，今次邊個騎啊？都係周俊龍，操練有冇再辣多少少啊？苗禮德只是贏了一隻冠寶區，是不是沒了田泰安即刻不行啊？苗禮德只是贏了半個冠寶區之後好像沒贏過，這隻我可以，因為我一檔我給了 0.75 分，粉豆紅菜十檔，
奮鬥紅人才，睇下依日咩料先。貼蘭德利減兩分。3-7, 5-8, 7-5, 3-7, 減2分，好似好難喎，奮鬥咁才，臨場有飛先算啦，呢啲暫時睇唔到，同埋力量6檔，呢只係 Mike Chang 夾住咗喎，等我睇睇先，同埋力量都跑得好啱馬嘅喎，上次。1.5分，1.5分，飲啖水先。我斟啖水先嚇，十秒後回來。一集千金12檔，黃浩南，哇！係，哇！953磅馬，應該都唔係短途馬嚟啦，呢啲。應該未得啦，大家開心。咦，升咗班。上次完全跑啱條跑線，大家開心。跑線係完美地跑啱。加5分。0.5分咗呢啲。咁啊，總結就人信就應該都喺度噶啦。咁就其餘都其實幾均勢，同埋力量我都同意係有第二高分、第三高分，咪其實都好難嘅呢場拖腳就人信就應該穩膽嘅。不過你都唔使指佢有咩賠率，因為同場對手表面上嚟講都唔係特別硬淨咯，平準復星。會吸到少少飛咯，可能人進最後都係2.5倍開跑咁樣，都冇乜意思呢場。臨場睇睇情況，睇埋場地形勢配合，再決定點揀配腳咧。啊，好咁啊，睇大家留言先啊。仲有一點唱未用保，用咗咩？唔係上次唔係用咗保護權嘅咩？上次個沙田泥地未用咩？上次計咗兩場喎，哦，都係嘅。但係 我通常一日計兩場，今日計三場補翻啦，係咪先？咁你即係唔能夠咁嘅咪槍係咪？即係譬如有10個人打上，咁我咪10場計曬，依個節目做到通宵㗎啦，所以就唔講係咪先？咁今日補翻場咯，咁啊，我通常一日最多計兩場，不過今日大家咁興奮，咁咪計足3場啦，係咪先？維港都平高咗，維港都平高咗啊？都唔係，我覺得維港幾好嘅。我俾多次睇多次啊，維港睇多次啊，俾面啦睇多次啊，咪哥，阿咪哥而家嗌你聲，睇多次先。貪污上次黎超升初升師傅叻哥話咩飛多，我就話8月先開倉，試佢流力未得住，試佢功力未得住，以佢功力未得住。哦，唔係其實都唔係話佢咩飛多係其實一個結果嚟嘅啫，唔係應該係一個。我計完之後的估計嘅啫，因為佢試習根本上唔靚，我覺得就升次波，唔係突出咯，我覺得。啊，嗰樣月進先嘅擺咗喺度，勁到暈噶啦。咁我升次波嗰啲集冇可能贏到月進先嘅咯，即係，所以我先有個結論就呢只馬，即係我唔係話佢出嚟係咩飛，我話
佢結果咧係會攞咩飛嘅，因為全世界都吹捧，啊，全世界都吹捧嘅星之報。圈通嚟超星今次空群而出，會唔會入空手而為啊？依、这個就唔敢肯定。Mike Chan 維港同日三班段速比，擺明未夠班，進度要追加分。但係佢頭兩段比較慢，佢淨係末段開得快嘛，好似。不過都係嗰句，俾多次機會佢，我會俾多次機會啊嚇。維港智能，我會俾多次機會。後面啲馬就逐隻睇，但係維港智能我會俾多次機會。好，計第三場先啦，Tommy 嗰場先啦，跟住再計 Derek 第八場啊。第三場啊嘛，Tommy 好似係冇睇錯係嘛？啊，第二場唔好意思係第二場嘅 Tommy 話，Tommy 對第二場咁有情有獨鍾嘅，點解咧？哇，第二場都係好嘢喎！第二場呢啲好難計嘅，第二場一睇就知啊，四班千二，有隻男莊家好高出賽用馬，威力飛彈，誒黎超升。1.08，哇！外地跑乜鬼？都係短途。邊個騎啊？周俊樂。黎超升真係呢個乜人都用嘅喎，真係好嘢喎！私有蛋饼哦，讲到晓飞咁啊，四档霍云星，点解又系霍云星试完又冇骑嘅？喂，点解？新威力又系咁，霍云星有冇骑其他马？霍云星冇骑其他马，咁奇怪。速递奇兵好眼光喺度试下开闸嘅时候咧，最外档嗰只超威力咧就应该系第三搭嗰只，如果冇睇错，三搭跟前嗰只应该。好，睇完，正常咯，睇下仲有冇多火集啊？仲有多火，又系放云星喎，又系冇骑喎，奇怪，走势欠顺，约出最慢三档。成景啊！脱腳，不過係只馬起中頭先起擒啫，起擒先脱腳。我俾住零分先啦，臨場有咩飛數移動先算啦？呢啲馬係嘛？善存香江，上次真係爽歪歪嘅，上次都係咩飛嘅呢只真係，沿途外碟亂走咩飛？上季尾贏嗰場根本唔贏，加7分。0.5分啦，前鋒徐如成近兩場差得
差得幾緊要？點解差得咁緊要咧？咁樣場有配備變動啊，但係唔好理有冇配備變動先，點解差得咁緊要咧？可以啊？我話有啲難以理解嘅，點解差得咁緊要？XB1 看看 XB1 有沒有試過集定的都沒有，之前考過不看著，如果 XB1 就大爆發那沒辦法了。勇眼光，勇眼光就都是上次賺了形勢，上次跑啱曬形勢贏，可一不可再零分，有红利，哇潘顿喺呢个，潘顿，哇有红利，上次抢得好快啊，蚀咗个快步速嘅，但系跑线就跑啱，蚀咗个快步速，但系跑线又跑啱。加了一分，檔位又好好多，我一分先啦，都唔俾太高。好，繼續睇下大家留言先。塔烏，我只睇粗連價碼，呢次嚟超升嘅碼都似樣啲。好，繼續年年升你，巴到賽汗。巴塞隆拿組合喎 ，Curry， 咦新種嚟喎，草根級富系唔識，四萬。看一些集先考慮，哇在8月28號才開操，開操了一陣子，看多課集，加里線巴度，然後加里依課巴度的試快錢，看依課集先，年年勝利三檔。好，嚟到朋友希望俾个 like 呢段片啊，同埋分享段片俾朋友睇睇，宣传下频道嘅。未揿入订阅都系揿个订阅制啦。平时睇啲 video 咧，即系 Netflix 打翻 Netflix 冷脚啊，陪个司机等等等等咧，有啲广告咧都可以睇耐啲，欣赏下啲广告。盡量不要 skip ad， 看耐一點，跟住按下啲連結看下支持下，咁啊，如果平時我啲分析有幫到大家贏錢嘅話咧，都可以左上角右上角嘅 PayMe 轉數快二維碼啦，或者個 YouTube 嘅 Super Chat 去支持下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如果大家參加埋 YouTube 呢個賽前分析計劃啊，或者呢個我嘅本身嘅臨場分析計劃咧，咁就為之更加完美。幾正常啊，試得，試得幾正常。的我十月廿六號，我睇多一課操練先呢只，睇多一課操練，我哋啊認真啲研究十月廿六號。蔡若航，
好少睇埋操練片，我睇多佢一課。的愛心。係咪正常比較難啲咧？8月28號先開操，即係香港操咗2個月，2個月啫。第二選擇，0.75分。好，男裝加好。咦，男裝加好有啲料到喎，上場。睇睇先，上場分數幾高？潘頓又唔企一隻咁笨實嘅，哦，男裝加好上次都賺形勢嘅，都賺形勢嘅，但係追得好。至少2.25分啦，上場幾好啊，追得。我都有句啊，五盤先一馬，你見佢係越跑越好啊，即係熱過身嗰啲係更加好啊。五盤先，但黎超星我哋仲未見到佢啲再出嘅馬，唔係好多啊，而家啱啱可能嚟緊先有啦。啊，佢呢啲五盤先一馬越跑越天竺貓啊，嗰啲紅衣震撼啊，你數嗰啲咩？仲有嗰只咩齊天大聖啊，嗰陣啱啱輸啊，但係齊天大聖第二場又贏啊，咁越跑越好嗰啲馬係，啊呢啲點要留意嘅？海泉再來，海泉再來，11檔減2分。都是蝕的，點知咪3750.8，減2.8，減2分，0.75，創新妙星呢啲熱到過幾次啦，呢啲馬你大家你知道我最中意揀嘅，好熱嘅初初都係，點解熱啊？都係解釋過，幕後覺得有機會嘅。呢啲一定要後實嘅啦，呢啲初出熱到跟住輸到去怕嗰啲咧，今季再嚟過睇下點啦。操練都有啲阻滯，我接受咗手術添啊，喉塞聲帶切除術，檢證喘鳴，我做咗喘鳴手術添啊，我做咗喘鳴手術，咁啊唔知呢場未講一次啦嘛。創新妙星逐步追上，看一看他做了手術啊，8檔看一夠未先，你夠咪打下場咯。做了喘鳴手術呀呢只啊，
試得可以嘅，0.75分啦，我俾佢。咁個廣告先嗱，大家盡量睇一睇廣告，唔好 skip ad 就最好啦。哦，翻嚟啦，大家睇下大家留言先。潘亮有幾隻靚檔，吳熱過龍都可跟對手太史咪唱話，古南中之後最高分，係啊，暫時係最高分，都應該係最高分。John Tech哥嘅話仲使咩睇報紙？咁又係喎，齊齊贏講得啱，睇下年年勝利，我睇可以不理，唔使可以不理啊，對手好水啊嘛，唔係啊，蔡漢啲馬咧好難講嘅呢啲。咪唱只八點解有0.75分？只八，哦，初出嗰場蝕外搭啦，熱咗身啦，減咗幾分啦。上場有啲走勢嘅田祖，留意一下。上次田祖有啲走勢嘅咪唱，見你問得咁仔細咪唱，啊，有啲走勢上次，但係對手好弱啊，但係有啲走勢咯，咪拖住先咯。呢啲羅富全啲馬都係越跑越好啊，又有配備變動啊，咪俾住0.75分先。神朗金剛上次贏咗喎，好低水準喎，好似贏得神朗應該沿途外搭走係好嘅。如果冇記錯就外搭走都係好啦。咁啊，依只就唔要啦。陽明冠爵就係出自0.02、0.02、0.03場次。有冇人追呢？唔知上次都麻麻地。又係我打乜跑啱曬路線㗎啦，都冇啊，咁點買啊？係咪跑啱曬路線都冇，街穿三都應該唔使理啩。上次我上次係咪蝕咗裡面啊？上面走入邊係咪唔好啊？等我睇先，我回憶翻先。係入邊唔好，但係都唔使咁樣樣嘅。1.5、0.7。都唔睇住呢啲。喂，呢場對手真係好水喎。南莊加好都有4倍喎，呢啲買班得嚟啊嘛，八檔啊嘛，幾好喎、啊！南莊加好對手好水啊！呢場你估有冇4倍啊 ？Mike Chan 啊，我估有4倍，有紅利一定孭飛嘅，有機會有4倍喎呢啲馬。不過可能臨尾都係得3.8，4倍啊，希望有機會有4倍，因為班得嚟咧唔吸飛嘅呢啲馬。有機會 net check 馬膽添，男裝加好睇睇下，有機會 net check 馬膽，跟住好似係計第八場咯，依我哋 Derek King 嘅第八場，如果冇記錯係第八場，看一看先，肯定5倍以上。喂，對手好屎喎，你諗清楚喎，好屎喎對手第八場 ，Derek King 佢話第八場，睇睇先啦，用眼光點咩飛啊？嗰、那個檔位好難咩喎，好愛喎嗰檔。二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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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初出好，上次差啲，初出嗰場幾好啊，上次點解上次咁差呢？睇一睇先，因為慢步速，是因為慢步速。二進因為慢步速去睇埋先，係鐵蘭不利。但係鐵蘭不利嚟講咧，睇翻初出嗰場先。初出係彎前鐵蘭直路中外，跑得非常好噶啦，已經。跑啲路線就好啱，站埋快步速。
減一分，減一分，一分先啦。跟樓啊，六檔，上次啊加六分，我又看一看嗰個形勢先啦，又唔記得，係啊，走啱曬路線。走啱曬路線贏嘅咯喎，都算係今季梁家俊其中一場超水準發揮嘅。梁家俊今季都毛毛地啊嘛，路線跑啱，加六分，1.25分。飲啖水先。波爾多又係巴塞組合喎。上季尾都跑得幾好嘅，算啦。好嘢啊！呢場生命之星我哋喺前面，梗係好嘢啦。可能有兩分添喎，俾佢睇下操成點先，底分兩分，看看操練。首石吸引，兩分啦。赤馬紅鋒，依啲就。即係要等佢降班，如果70分，輸多4-5場咁先啦。天人合一，霍宏星加兩分，上次何澤耀慢步速切一段，上次係咪都係貼籃好嗰日啊？睇下先，係貼籃好嗰日，咁就佢蝕咗一陣貼籃，但係中直路啊走翻中檔，加0.6，加咗2分。加兩分，檔位差咗，檔位差咗，0.75分先。好，又睇下大家留言啊。AC 嚟超聲成第八場，飲酒好似好過飲茶喎。波爾多係嘛？有茶咩？呢場？呢場冇茶，我仲以為呢場有功夫茶添。波爾多幾好啊！波爾多，周遊列國。破言，上次都未得喎。周列國，再要跑多場可能，睇落未似得。大紅袍一檔，我飲茶喎，大紅袍，我知啊，原來唔係講緊功夫茶，講緊大紅袍一檔。潘明輝啊，潘明輝，上次就削軟檔開氣，冇喺呢度俾底分咯，一檔
一檔要俾啲底分咁咯，俾啲底分先咯，一檔唔識計嘅。上次就差噶啦，當然有何不可？有何不可正啊？呢啲依啲係咩飛啊？可以話上次輸咗19個馬位，咩唔到飛咯咁先。睇下輸完19個馬位之後如何，冇咩睇，好唔睇。紫彩復星，上次贏馬突如其來，贏得幾出色㗎。等我睇翻個場地情況先，冇乜印象。場地情況，灣仔田雲稍。灣前貼人稍好，他灣前貼人拉出來一衝過，9.5+5分，4+5分，勝班0.75，電子傳奇支持下呢啲黎海榮。啊、上次填草都跑得好，但是上次都賺賺地嘅，我覺得。我再睇翻我 mark 低先，上次賺二搭嘅，我覺得係第七場全程二搭，我覺得 OK 嘅上次第七場，係因為我覺得 OK 300賺咗二搭。翻到嚟可以有兩分嘅喎，但係我要了解一下點解隔咗咁耐先出，係特登儲下啲新鮮感啊，定係中間有啲問題咧？點解隔咗咁耐先出咧？幾好嘅喎呢只，中間有冇啲斷續續啊？有冇缺貨啊？誒缺咗貨喎，缺咗貨咁啊冇計，缺咗成個禮拜貨喎呢度。超過一個禮拜貨缺咗，缺咗貨，本身幾好喎，缺咗貨冇計喎，呢啲 no method 喎真係，缺咗貨，本身叫缺咗貨，要減翻0.75分，1.25分算。咁呢場再睇埋早著先機啦，就喺我哋大家各自翻屋企睇早著先機，睇下康仔同阿賢仔點講。就波爾多就應該稍好少少，應該有分喺手啊。我覺得波爾多做膽呢場可以啊，咁啊再睇下大家留言仲有冇咩疑問先。天人合一零分，唔使零分啊，0.75啦我俾。但鋪就係普利查。麥昌上季五六二水準如何？嗰場有何不可冇點跑過。上季五六二，咁刁轉嘅嚟問啲問題。五六二啊，五六二係幾月幾號可唔可以？啊，都唔喺呢度睇到嘅。五六二，哦，你成日及住多利神區嘅場次喎，五六二睇睇先，水準，唔係咁講啊，有啊，不過嗰次人四班嗰對嗰場水準只係普通嘅人四班嗰場，唔係係啊人四班嗰場。好可以的呢場水準，呢場水準可以啊，可以啊呢場水準，我覺得是可以的呢場水準，我覺得唔錯的。但是黎超星就睇住先啦，可以啊，黎超星睇下先啦。啊，臨場有飛啊，另作定論啦，呢啲有何不妥？臨場有飛另作定論。好，睇下大家仲有冇問題啊？咁。冇乜啊！等下，而家等下大家留言有冇問題先？等下大家留言有冇問題之際，我撳多下廣告先。我哋呢啲寸金尺土，賺多一分幾毫廣告費啊嘛！好，等下大家仲有冇留言先啊？應該好似冇乜啦喎，俾多
三十幾廿秒咁樣樣啦。咁啊，講下節目安排先啦。聽日今日 net check 馬蛋 ，net check 冷腳啦。後日禮拜日嘅10:00就賠率先機啦。啱啱嗰次田泥夜賽就普通，唔係特別突出，不過都有啲立到啲滿貫自由啊嗰扎嘅，咁都 OK 嘅。咁跟住禮拜日晚9:00，咁梗係賽後任你講。好，今日個題目幾精神，誒、哎、多謝多謝，玩下嘢啫，其實冇乜題目改到嘅，咪玩下嘢。好啦，咁啊多謝大家支持啦，咁我哋聽日 net check 馬蛋再見，拜拜。五場蝦女 OK 啦 ，mic check 唔使擔心啦，係驚個快步速啫，唔係係驚上次快步速，係驚上次快步速，回唔切氣啫，即係休息唔嗰、那個體力啫，驚住就係咁。